阿公社区有家己的餐厅咯，这间餐厅过去是一间阿廖，之前已经放伫营造活动啊，最近社区提来做餐厅使用。有西港吼，有鲜花，有诶叫新娘吼，下娘、柳娘，迄叫基山哦，啊嘛有诶叫台中苗栗彰化吼，迄、叫南投，来拢要求讲要伫阮遮用一个风味餐，但是都无场所，我歹势唔敢应啊。哦，我即马有场所，安着足欢喜诶啊，系啊。仑埔乡的阿坤社区，因为社区运作比别的社区较早，东西嘛做得真好，因此成为了全国其他社区参访的热门所在。不过无餐厅，因此过去只会当卖一挂农特产。社区若要卖红米餐，根本就无所在。即马有了一间餐厅了后，社区就有登卡车的机会了。即个呢，即四季冬季餐厅啦。是。冬季就是讲吼，那贵宾吼、游客吼、一挂观光客来到阮阿坤社区吼，就是春夏秋冬。吼、哦，啊，节气无同，来到阮遮就食冬季的、冬季的，食上新鲜的，哈、啊，现阮现种，吼、哦，咩，家己种，啊，现慢起来，啊，现煮安尼。社区妈妈真无闲伫煮食，大家拢伫等待游客来到。小虎的餐点加上在地食材，就是上美味的料理。三杯啦，用心来煮啊。嘿啦，啊，过来，哦，现种菜我袂晓讲。哦，吃一下啦，鱼酒啦、肉啦、葱仔头啦、虾仁啦、香菇啦、葱仔酥啦，哈、啊，青菜啦、芫荽啦。哎，你叫我这恁在地生产的蔬菜无？有啥物件是恁在地哦？啊，这个阮生产的，去豆啊，啊，甘蔗啦，啊，甘白菜啦，这地豆拢阮家生产的啦。这间餐厅有一对门联，郑秀平是食福州路，杜秀平是伫阿坤镇。过去阿廖即马已经变成了阿坤的餐厅，阿坤社区又阁向前踏出了一卡步。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。